是生力军还是那个偷偷赞助厂商，欢呼声很大声哦，掌声鼓励。好，真的让人看得好着迷哦，因为一举手一投足真的充满了韵味哦，而且呢，大家可以发现，哎，日本舞的部分真的好优雅哦。那我们呢，其实日本舞泳班还带来第二首的歌曲。第二首的歌曲呢是新二十一世纪英雄，刚刚带来呢是比较有一点点忧愁，但是呢又充满韵味的舞蹈。那这一个呢新二十一世纪的英雄呢，哎，曲艺的部分是让我们一同携手向前，共同迈进新的二十一世纪。欢迎在座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同与我们互动，可以站于两旁或者原位跟着我们一起动一下哦。演出的是华山蝶神老师，华山蝶神老师剪宝彩一位玉黄美的张韶耀的师姐，让我们来静心的掌声欢迎他们。是看不出来呢，因为他们跳的这个舞都是不能相当可爱活泼。每周三的下午2点到4点，欢迎各位有兴趣喜欢日本舞蹈的